可以请你木吗？谢谢。来，那个布鲁诺有100个朋友，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什么地方？手机。没有手机或平板的时候，你会很难过吗？好好，我从你们点头、摇头、转头。 我就大概知道你会浪费很多的时间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各位一句法宝。学校里面的这些硬体叫做敬教，在软体近思语的熏陶之下，怎么去提升孩子的品德、品质、品味，然后去营造他们的爱心、善心、孝心。 不就是我们现在的108课纲的素养吗？第一彩，祈求竹山国小校舍重建工程平安顺利。希望公子信来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师兄姐这种深情典范，我看在眼里，当然也变成我很向往。家家爹帮这把人的康辉付出无所求，只有说感恩。好，大家要快点，大哥哥等你呢，大哥哥再见。 大概这一片都是我铺的吧？对，这一片都是我铺的。这一块土地呢，我也曾经付出过。所以呢，当我走到这个连锁砖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说，当年我们在铺连锁砖的时候啊，我们怎么样去传这个新砖？好，来，上次我从第几排先？第一排。来，大家一起说。 地震后隔一年，我就调到竹山国小来。那来的时候，其实学校是在重建的一个状态。如果没有碰到九一，其实我的心中还是很想回台南了。如果没有教联会，没有慈济，我在想我的教学应该是就像职业啦，就是一天过一天，不知道这个方向是在哪里。来，剩下的在这边帮师傅端红包给师傅，端着哦。 为了人吃布丁，然后帮那些阿公阿嬷们捶背按摩、唱歌给他们听。带孩子去安养院，其实就是要让他们去体验、去看一看、去触动他们的那一个善念、那个孝心。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所以去安养院那时候看到他们，就感觉很像自己有一个阿公，觉得很幸福、很感动，就更加珍惜和阿公阿嬷相处的时间。 就蛮活跃的一个主任，默默的耕耘撑着下来呢，也获得教育单位的一个肯定荣获。我们教育界最高的奖项师铎奖。把你可爱的小手借给我。未来最大的资产是什么？孩子嘛。唯有我们先付出爱，他们才能够感受到爱。希望工程就是许一个希望的未来。 好棒！好棒！